大家好，阿令、阿 Tom， 嗱，见到阿 Tom 咧，即系代表咩呢？又比赛咯，又请到阿 Tom 嚟帮我影啦。咁其实系好难得嘅，点解呢？琴晚中秋节啊嘛，其实阿 Tom 都有去庆祝中秋节啦。我挣扎咗好耐嚟，但系依家几点啊？依家系7:15。依家7:15啫喎，佢冇瞓过觉咁样就过嚟帮我影啦，真系好好，真系感谢。哇！喂，好耐冇见喎，翻嚟啊？几时翻嚟噶？啱啱翻嚟啊！第一场，好靓啊！啲车 ，NDS 嘅队员嚟嘅，系啊，继续，系啦。庆祝完中秋节，即刻嚟帮我影啦，咁啊好开心。咁今日咧都系水陆铁人，咁上两场咧，一场喺沙滩啦，一场咧就喺吐露港啦。今场咧我哋就嚟到中山公园。今场是泳池赛嚟嘅，泳池赛。咁其实咧，要准备一场铁人比赛咧，系好多嘢要睇，好多资讯要睇嘅。通常比赛前就会发放呢、這个比赛嘅名单啦，跟住就会有一个比赛路线嘅资讯俾大家睇嘅，同埋比赛嘅 schedule， 佢几点报道啊？几点赛事讲解啊？有冇信心啊？拎拎啊嘛？咁样啦，信心几时都要有噶啦。冇打个仗都要有信心啊，都要打嘅。有啲紧要嘅同你讲，做咩冇拍片住？做咩？我讲礼拜五咧，系啦。咁譬如我今日8:02讲解，8:05比赛，咁我就预翻可能7:30前就要热好身咯。嗯，同埋仲要预时间 set 个转行去摆跑鞋。哦，系喎，上次系要放喺个篮度，跟住唔可以摆喺出边噶嘛，我记得。系啊，所以咧。聽鐵人比賽就要好似寫日記咁，你要寫低曬你要做啲咩，尤其出去外國比賽，咁就更加倉促啦啲時間。誒，俾大家睇下，嗱啲 checkpoint 啲板咧已經開始擺好曬啦。早晨，辛苦曬，辛苦。係啦，跟住我哋喺嗰度充電，哦，拱門喺度，見到，未吹氣啦，係，係啊，幾靚喎依度，我好耐冇嚟過啦，其實好耐冇嚟過中山公園。我都是第一次嚟嘅，其實太耐啦，疫情太耐啦，3年都冇比賽。一直咧泳池賽咧都係有嘅，咁一場喺中山公園，一場就喺九龍仔公園嘅。係啊。講號碼路，影下啲 Junior 隊員先。早晨。喂，早晨。Hi。加油啊！哎，系咪呢边先？8:48。啊，呢边啊，派错代表去啦。8:48。咁埋身份证啦，唔该。比赛。攞号码报过嚟个电话。太紧张啦，比赛。太开心咗，太开心啦。攞定身份证感受喎，咁就嚟攞号码报啦。佢喺度都好多年噶啦，好，你个核酸可以睇咗未啊？我哋同事睇咗定未？核酸嚟紧。好，唔该晒。啱唔啱你个名字？每次都有啲哈碌嘢喎。今日8:48。泳池赛同呢个游沙滩、游海有咩分别咧？其实最大嘅分别就系你游海、游沙滩系一齐噶嘛，即系你可以 drive 住佢，你好似踩单车咁样，有人喺前面帮你破风，但系游海有人帮你破水啊。诶，丁丁今日。阿添哥喺咪度啊？添哥唔喺度啊？竟然系可能上场对佢打击太大，所以佢唔嚟。我谂住添哥今日都会喺度添。系不过下场佢会嚟，即系下星期日又比赛啦。今次黄金海岸，下星期游跑游，我之前同你讲过啦。游跑游，咁就佢应该到佢复赛成功啦。哦。Thank you。上下镜。上镜。啊！喂 ，OK， 唔该晒。咁我想问下，如果今日咧咁泳池咁样啦，同埋游海啦，咁系咪会易啲掌握噶？因为你水多啲，冇咁大啊嘛。其实啱啱玩铁人嘅初学者啊，系啊。哦。始终喺泳池，你睇到地下，你有方向感，咁冇咁恐慌。你落海系好恐慌，虚无缥缈咁样。又睇唔到嘢咧，迎住有鯊魚，係噶，真係噶，你睇唔到所有嘢，有水怪嗰啲，所有心魔出曬嚟啊！
我想起嘉樂上次，我小個都是咁細個，啱啱落海咧，我都是嚇到瀨屎。哦，但嘉樂上次應該都是很 hip 嘅，係啊，可以遊到尾嚟嘅。但你再遊第二次咧，就好好多。哦，今日聲白，正，因為今日跑四點幾 K 咧，同埋我又想著翻啲薄少少，咁我著聲白。快咗到。你不用跟我，我熱身了。好啊好啊。今天最主要是你，其實都是主要介紹一個泳池賽給大家認識。還有我也要看看看一些運動員比賽。28度涼了的了，算涼了很多。入秋來就開始，接下來我會拍不同的訓練日常給大家看。那不只是上次練習那班，我打算會約啲個別嘅運動員一起練咯。哦，之後揾馬聰啊，佢哋一齊咁俾大家認識一下香港長跑運動星級跑手。係啊，有男有女啊。誒，有男有女嘅。咁大預告頂。係啊，有男有女。我哋要照顧唔同嘅觀眾喎。自諗乜啫？我練習比賽都係食佢咯。我覺得感覺是十分之不錯。上一場我覺得都是這一包喎。嗯。係，我喺黃金貨買的。哦。平啲，廿蚊。嗯。係要過金嘅。哇！呢、這個咪天才車手。Hello Hello Hello。喂。8.43。嗯。係著咗鞋之後咧，就直出。哦，呢度呢條天橋落去，跟住咧就咁樣轟落去啦，落橋，跟住就喺呢度兜圈咯，我哋。哇！準備落水啦，你喺第九條線嗰度。哇！今天真的很攰，因為好像有啲焗喎咁啊。泳池啊，哦，削弱我 99% 之後，我點解又要你啊？跟到尾啊嘛。我見到家長們都好緊張啊嘛。家長團都好緊張。嗱，冇家長嘅支持係冇運動員出現噶。好啦，咁個水感有冇話好啲啊？即係。在泳池和泳池的水感要多一点，哦，游海
始終有浪咧，哦，所以個影響層面就影響少啲。哦，反而浪冚埋嚟個影響大啲。哦，咁所以又係另一個遊法。遲啲揾條片同大家慢慢介紹。今晚沙湯，唔該曬。比賽完啦，辛苦曬，又見啦，下星期日又見啦。又係 OK， 上條片都係 OK 喎。第幾啊？二咯，你覺得游水做得好啲定跑步做得好啲？我上跑步。跑步啊？我報咗哦 ，OK， 周年大賽，加油！黑哥哥俾成點啊？跑步跟唔到 Andy， 真係都少少失望咯。游水呢？游水就跟唔到歌神咯，又係。點解俾得唔好啊 ？OK， 游水都 OK 啊。游水 OK。我頭一棒咪跟住你嘅喎。係咩？係啊。歌神咧？咩啊？俾成點啊？咁啊？又係第一喎。完成一個任務，但其實我今日任務未完咯，我仲要去大埔運動場。幫田人總會計時，今日真係好多謝阿湯，真係好多謝阿湯。雖然係 friend 啫，但你唔會有個 friend 同你癲到每次都五點幾咁同你玩噶嘛？癲到，佢幫你拍片又同你跑喎，又要幫你影咁樣。我都順便度感受一下田人比賽嘅氣氛啊嘛。嚟緊會多啲訓練日常俾大家睇嘅，係啊，因為第一條訓練日常出咗之後咧，個反應比我想象中好啊，係大家都好支持的。我見好多 view 啊都，但係仲未 subscribe 啊！大家真係訂閱一下，一訂閱咧，每個訂閱都會俾到 motivation 我繼續喎。認真嘅，真係真心，就係咁。依家送阿湯走咗之後，我就要去大埔運動場幫手啦。依家已經移知到呢個大埔運動場，協助我哋總會嘅職員。繼續搞呢個小鐵人嘅比賽，佢哋會嚟到呢個大埔運動場跑步。啱啱落曬啲水，完成牌啊 ，K 級啦。依家 set 場咧就要再開始啦。係你開個閘俾我拎啲水。嗱，呢嚟，今晚上去。向前跑，唔好加速線，避免發生意外。明白。十秒之後開始。Ready。咁今日咧就追到完曬，首先小鐵人嘅跑步計時啦。咁其實點解會分開咗兩邊呢？因為其實佢哋依個比賽咧係會將嗰個時間嚟做一個 benchmarking 啦。咁就係放佢哋入區隊同埋入呢個代表發展隊。咁我哋想將成個三項鐵人個運動員個 pool 咧，就做大佢一個良好嘅運動項目嘅發展咧，係應該一個三角形，一個金字塔形式上。但我哋三項鐵人即係最主要嘅原因係我哋冇學界比賽啦，咁所以我哋嘅運動員係少啲，香港嘅三項鐵人運動員係少啲。咁我哋依家就係想做翻一個金字塔喺度，而唔係到金字塔咯。其實游水啊、劍擊嗰啲咧，全部做得很好，全部下面個 base 個 pool 好大啦，跟住慢慢精英咁玩上去。咁其實唔係淨係即係我做到嘅嘢咧，係好少嘅。要家長啦、教練啦、總會啦、體院啦、工作人員啦、義工們啦、教練啦、其他教練啦、其他屬會嘅教練啦，即係大家一齊合作咧，先會做得好啲。下條片見。OK。辛苦曬，辛苦曬，辛苦曬。